唐鬼二单元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，豆瓣评分飙升破8，不仅拯救了陶厂一整年翻车的窘况，更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古装市场的低迷。确实近年的古装剧着实不给力，尽管庆余年二有点爆相，可照比前一部还是差点意思，长相思二播到最后甚至吐槽声四起，更别提大唐狄公案、狐妖小红娘、月红篇以及杜丽华莲等剧了，想找个热度口碑起飞的作品真是难上加难。眼看着唐鬼二已经进入最后的篇章，陶厂终于又拿出了看家本领，四海重名于31日晚间11:30空降播出，别看没有顶流和一线大咖撑场面，热度竟然还不错，直接斩获飙升榜第二，直逼央视大戏小夫妻。由于过去没有电视剧作品在这么晚的时间播出，随即引起热议，还有网友开玩笑直呼半夜空降是为了让观众看修仙剧，一起跟住修仙吧。那么这剧到底有什么魔力能与隔壁中生代坐镇的都市大剧比肩？别急，好戏已经开场，绝命毒师拿下前任帝君。这古偶有点不同，四海重名改编自言情小说我有三个龙傲天竹马，没错，别看名字与众不同，剧情更是笑得我肚子疼。女主南岩景天士是个古怪的医师，擅长用毒，就是轻轻松松能把人毒得七窍流血，并不是让人闻风丧胆不敢靠近的那种。而男主少仓张凌赫氏是第一宗门的前任帝君，被人怀疑杀害同门师兄弟们而逐出师门，还被通缉，他只能四处寻找真相。这两人原本没什么交集，某天女主上山采草药，恰好看到天邪道长老谋害道生天的弟子，而路过的南岩自然会被反派感应到。可就在女主小命不保时，在天外旁观的男主借给了女主一道灵力，并直接给这些魔族的人打跑了，而男主旧疾复发倒地不起，被女主捡走了。明白了，这不就是千篇一律的破古偶情节吗？且慢，后面真有反转，想象中女主帮助男主养伤，两人定情的俗套情节并未如愿而至，反而是女主聊闲看到男主醒了还想让他当自己的药人，于是接下来你会看到他逃他追，他们都插翅难飞的搞笑场面。男主自然是要走的，只不过女主在后面撸着袖子拿着刀，这个场景真的非常滑稽。看到男主火急火燎就要走，女主倒是一点都不着急，他顺势把手里的大菜刀往旁边一插，嘴里只数了三个数，而当女主数到第三秒那一刹那，男主竟然直接飞了出去，并在空中完成了个大劈叉。见过女主替男主挡刀，男主危急时刻英雄救美的，但是真没见过女主直接把男主按到地上的。问题是男主也很没面子，大姐我很感谢你救我，你要多少钱你说行吗？整这一套我真的很尴尬。听到少仓要给自己钱，南岩倒是开心的笑了，姐救你可不图钱，要问我到底要啥，嘿嘿，图你身子。好好好，本以为男主救了女主就会按部就班谈恋爱了，没想到也就摔了那么一下，这前任帝君的身子之后也就落在了绝命毒师的手里了。剧情发展到这里，第一集也才过了大半，整部剧的风格非常轻松，人设清奇，台词搞笑，还比较新颖，绝对是年轻观众的菜。看来古偶终于要崛起了。看了四海重名后，我才觉得这些流量明星演点古偶剧也不错，至少是有点姿色的明星，组成了全新 CP 养眼还好笑，总比在都市剧里装大人强。说实话，我还是觉得景甜更适合类似司藤的民国风女主，或独具韵味的古典美人戏份。古偶的造型还是埋没了一些她的辨识度，不过在埋没，景甜的颜值也绝对是降维打击，而且比较怪异的医女设定竟然也让景甜的发挥更加自然，比起之前的表演能真切感受到景甜更自信了，手底下的活儿干净利索，说话咬字清晰且非常脆，与人物完全相符，而且还颇有点不拘小节的大大咧咧，你别说还真有点惊喜。张凌赫来演古偶已经算是如鱼得水了，他的五官真的好立体，360度无死角，无论什么哪个角度的镜头都能让人眼前一亮，尤其是穿上艳丽一些的颜色，更显得面部平整度高，骨相凸显，简单的战损中也能让这寡淡的镜头变得更加生动，这哥只需要将脸完完整整放在镜头里，其他什么都不用，甚至一点发丝修饰都不需要，就已经将破碎感拉满了，闭眼的那滴泪简直是精髓，真的是氛围感的神啊。男二关宏更俊俏，他曾在新版流星花园里演花泽类，长相完全就是标准的花美男，没想到古装扮相也如此出圈，
与张凌赫硬朗的五官线条不同，关宏的脸更加流畅，也更符合古典韵味，就这张脸说是男主我都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高露、范明等国民度极高的戏骨重磅加盟，他们在戏中的人设也与之前所演的角色相差极大，一出场有点惊喜，而且看得出四海重明真的没有一丁点磨皮，对演员的面部状态要求极高，这样还能全员在线，不得不说导演的眼光有点高。尽管如今古偶似乎不再是电视剧市场的香饽饽，可不少年轻观众依旧还是会选择观看，不过能将大家留在最后还是要靠硬实力。在我看来，四海重明的质量在众多流水线古偶中完全能够脱颖而出，剧情非常贴合原著，选角还原度也比较高，能演出笑点以及暧昧的情感线。而且作为身经百战的古装剧演员，今天虽然第一次与张凌赫合作，可他们的表演风格竟然能彼此融合，同框出镜 CP 感十足，这对于古偶来说已经非常可以了。不得不说古偶是真的吃香，把武后花最近几年忙着转型的同时还人手拿了一部古偶，赵丽颖的雨凤行，杨幂和刘诗诗的狐妖小红娘姐妹篇、月红篇、竹叶篇，包括唐嫣都忍不住拍了一部聂无双。而张凌赫搭档景甜新剧四海重明无预警半夜播出，但首播三大关键却让他口碑狂飙。四海重明原本预定在中国芒果爱奇艺播出，但却迟迟没有官宣定档时间，由于近来适逢巴黎奥运，不少戏剧作品都因此往后延期，没想到四海重明出其不意在半夜空降，两个平台分别在晚间11:30、凌晨12:00播出。还有网友猜测是芒果爱奇艺高层瞧不拢才出此下策，但爱奇艺目前有唐朝诡事录第二季热播出，外界认为是不想将收视分流，所以才将播出时间往后，无论如何都成功炒起话题。四海重明虽然因为播出时间之故，收视热度都尚未出炉，但有三大关键受到网友欢迎，其一就是前四集主要在铺陈两人各自的故事，不少网友夸赞剧情流畅，虽然是仙侠剧，却没有一般仙侠的死板，偏轻喜剧的节奏引人入胜。第二就是男女主角演技在线，颇具 CP 感，加上都使用原声台词，首度搭档受到极大好评。最后就是特效精致，网友认为仙侠剧最重要的就是特效，而无论是景甜碰到魔族，或是张凌赫施展法术，特效都做得惟妙惟肖，因此首播口碑非常不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四海重明首播在凌晨12:00播出，随即引起热议登上热搜，但从第五集开始播出时间就改为晚间6:00，其中四海重明的许多剧情线都是在午夜12:00才能开启任务，也有人认为是故意配合剧情才会在凌晨播出，非常看好四海重明的能成为爆款剧。